要站到下午去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中午要回基隆去订了一个那个甜点的店。哦，那个苏芙蕾跟草莓很大一份。那苏芙蕾不是要现场吃吗？对对对对，390。那你要在那边直接吃完？对，我其实就是看我吃那个苏芙蕾，那个草莓很多。很羡慕，好吧，我就带他上来，要不然我昨天晚上从高雄上来。哇塞！哦，他补习完了。他住高雄。哎、欸，他也住高雄。天哪、啊！然后直接上来就直接上台顶。对。原来就半夜再去看看风景。真的？那不会累吗？还好，昨天晚上睡、哦、睡还好，睡了睡觉。一样是青鱼啊，台东那叫青鱼。对，哦，那个都很大只，超大只。好像比较少看到是有人在卖，可是好像比较少。别轻一下，上边他货源充足，他们就不卖了。青鱼跟，但是很快被收走。嗯，啊，很多可能去做罐头之类的。像之前有遇过花叶。
一般的人，他说，哎，这个还是比较对，然后就他说这么小只还在上来。Thank you.
是吗？是啊，再找一个。混种的，但这老板娘说这是白的。来一个，我混乱了。对啊，应该这边都白的吧？你要几只啊？
有两只就好。两只就好。只有两只吗？对，两只就好。这有白色的。啊？这是白色的。这是白的。这应该都白的吧？这是。这个也是白的。这两只都白的。对。这是混种的吗？对啊，混种。这个混种。哦，它就是腹部还是会有点斑点。对对对。没事。哎呀。啊。所以这是纯白的吧？啊？这是白的吧？白的。白的。感谢，我想说，我待会去冰起来再处理。没有，我出去。你要不要跟老板先要个菜先装？没有，我你不然你没有保冰桶。我没有，我有个保冰桶。哦，应该没。那今早上今天上的来就容易下去下去。哇！你这样不会被喷到吗？啊？你这样不会被喷到？没有，还好，那个刚刚没有，这边都抓的差不多了。会不会堵到寄生虫？应该都会有吧，多少？对，就看看有没有到肉那边去。